泄气门风波 ，Brady 遭禁赛四场。爱国者队四分卫 Tom Brady 喜欢小一点的球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联冠军赛时，该队装备人员 John Jastrzemski 和 Jim McNally 故意把球泄气吧。NFL 上次公布长达243页的报告后，现在终于对爱国者队祭出惩罚。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对 Tom Brady 处以不知心禁赛四场的处分。这位超级杯 MVP 球员将错过本季前四场对抗各强敌钢人、比尔、美洲虎及牛仔队的机会。爱国者队的休息室服务员 McNally 和装备管理助理 Jastrzemski 也因协助执行 Brady 的计划遭到无限期除权。爱国者队也将失去2016年首轮及2017年第四轮的选秀权，同时罚款$1,000,000。Brady 的薪水也会减少$2,000,000，也就是说明年他只能拿到$6,000,000。可惜了美式足球迷，这下不管 Brady 要丢气球、橄榄球还是西瓜都没办法了。Tomo News 原创 LINE 贴图第二波开卖咯，快来下载吧。